个就是现代的龙，就是说龙的构造大体上跟早期的传统有了很大的分别，因为时代的不同，然后还有现在采用的色料都是夜光色，就是我们用这个夜光色涂在龙的各个部位，还有把龙的形态用颜色用线条把它突出出来，就是说怎么样看到一个龙在尤其是在夜光里面它的形态能够表现出来，来像现在的口以前都是装上弹簧给它动，也不用我们只用一个钢片啊，龙就可以动了啊，形态啊，这都是在舞龙的时候形态。来，包括现在用的早期都用的是木棍，很重的木棍，而且我们就用采用铝杠 aluminium 就比较轻啊，所以整条龙早期一个龙头大概要8个公斤，现在一个龙头在要求上是2.5公斤，已经是算国际的标准，在国际上比赛龙一定要2.5公斤。That's the minimum. 然后整条龙的长度，龙身的长度，就龙头到龙尾一定要超过18米才能够下去比赛，还有龙的高度各方面都是要根据国际上的要求才能够，还有包括那个龙珠一定要30公分高度，1.85都是要有 standard 的才能够说参加去比赛。然后像这部位我们叫天灵啦，眼睛啦，鼻子啦，口舌头，龙的脚，然后更多就到它的身体，每一个尾巴还有龙珠都要经过点睛，这样这条龙才可以用。那这条龙是2022庄玉，然后我们是为了庄玉而做的，我要签约的。哦，你看他的眼睛。啊，这样，看了看，这样。基本上舞龙我们也是有手错。对，我怕。不会不会。下面要包。包干。包，我们就包干包死。So this is okay.套式，OK，不行了，OK了，Thank you for the experience.